老板娘，先跟我进来。干嘛呀？赶紧脱呀，我都已经脱完了，快点。你有毛病吧？你这地方都湿了，你不脱怎么能行呢？我没事。你是个屁，给，换上我的，不然会着凉的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给我倒杯水吧。行，那你赶紧换啊。来来，老板娘，赶紧喝吧。你都说我肚子不舒服了，你还给我倒凉水，你是不是急了？凉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个呢是给你用的，这是暖身贴，这个呢就是给你熬的红糖水，赶紧喝。谢谢啊，你怎么管那么多呀？啊，我前女友来的时候啊，我就这么做的，这些呢也都是她教我的。哦对，她那个刚来的时候还得在床上躺着休息，你要不要回去也睡一会儿？不用，肯定是害羞的不敢。哎呦，你就拿着用吧，你还不好意思呢啊！我也干。不要，拿给前女友用嘛，不需要。不是，老娘，你别生气啊！哎，有可能话我说错了，我改不行吗？我可不是你前女友，还需要哄，还需要躺。我要是那么矫情，这店不用干。我这不也是为你着想吗？你把这些用了喝了，你身上也能舒服一点。我不需要，我有手有脚，需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这到底为啥走啊 ？Later。哎，放着放着放，我来吧。不用。我自己能行，我这，你都用过了，你都给我准备了，我不能用啊？你刚刚不还生着气的吗？你这个脸就跟六月的天，说不定就变啊你！我乐意，我可不像某些人只能躺在床上，女人当自强，你懂不懂？